哎、欸，哦、欸，再来换两个，30波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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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给他们一点空间。有金稿吗？金稿在我身上，还是你去？欸、其实已经没有发光啦，所以没差了。Okay, okay. 旁边，这里动。对。哎呦！这鸡疯了。波波没有发光了，波波。要发光吗？我发、啊，我来啊。没了。我是一道光，不是每一秒。他们被猪队友杀死哎、欸，猪队友也会做事哎、欸。对啊。哦，两个哎、欸。来哦，亮亮。哦、哎呦，不得了啊！有啊，他们都在对面。哦啊，为什么我没看到有亮亮、啊？不够远，不够远，不够近。对。哦、哎呦！哎，怎么猪队友跑来找我？哎，别，我是你的猪队友。我才是猪队友。啊？哦，没有。什么？你看，你像打嗝。他只是震惊。是啦。震惊。诺言，我们冲！猪队友很强哎、欸。来来了。家里记得守哦。没事啊，家里有发发财。白痴猪队友来打我了嘛？你赶快高歌离席，跑掉就对了。僵尸会打码哦，他应该想打我了。他敲我了吗？我在中间，我在中间。来了，终于来了。走。不是，我带好像有一个人跑进去了耶，我看到。哎，怎么可以跑进去哪里？家里我在带小朋友。哦，没有哎，那是我们的人。你是谁？哎，他们直接炸。好。天兵没了，他们只用炸的，好扯。30块。他们没有继续挖哦。真的是人，没有，他跑掉了。啊！诺言怎么了？诺言被猪队友。你有掉什么吗？诺言剑掉了。耶、yeah, ！我看到你的那个遗物。为什么？可是没有剑，你的剑应该是在啊，那个、啊、我们没有调到掉落，所以是消失。哦，哎，消失！哇，没有发光了，不要不要！哎，不对啊，对不起啊，直接炸爆！刚怎么怪怪的？我觉得怪怪的。二零后面有一个朋友，还二零，耶！转头看一下，他们蛮喜欢你的感觉哦。不是他们，这不是他们哎。啊！他们可能主人倒了，然后结果是我们收法。有人可以救我一下吗？你在哪？Where are you？ 猪队友从对面家追到我们家，我直接喷下去吧，直接击飞。为什么？我一直在我后面，我一直想去偷拍，一直被抓到。他们都有固定的那个、啊、防守人员。哦，被烧死？不是还有一个？我回去啊！我蹲在家里。哇，你的绿宝也蛮多的呢。哎、欸，你不要用空手挖！哇，完蛋！刚刚是爆炸哎、欸，大哥，刚我披萨，我在诺因附近呢、欸，我还可以捡他遗物呢、欸，大哥。我还可以捡他遗物。刚刚是花 happen， 这样我会顺动是不是？我不是侠客。我觉得你蛮厉害的。哎。我在努力的在看看，我觉得我需要看铁装了，进去我好脆啊！欸、我就铁装哎，我直接一般的铁装啊，连附魔都没有。那边有人，那边有人啊！我看到吗？哇，直接剁他！那有没有电池？给你电池。那没有，那个。二零，你要不要自拔？后面有人。神剑哦，你钻剑那不用了。没有，这个是抽奖拿到。干掉干掉！啊，那是抽奖拿到，那自拔。山坡上面有人在砍树啊！我是钢斧，我在旁边的。哎、欸，那把要那个30块啊，给你木板。
捏你木板。再挖，再挖。手被看到了。不报警抓你！天哪，你又给我木板。迪叔行不行？迪叔。穷。不是，为什么我喝隐形药水我会被看到？是因为我身上有剑吗？你拿着剑吗？你拿着剑吗？没有拿着。你有没有拿着你副手呢？我副手也没有。哇，东西好凶，东西很凶悍哎。你说你是不是掏金者？对啊。你觉得他们财产都在这啊？你是不是有发光，迪叔？啊，长度发光这个。哦。迪叔，这有点好笑喽。那我是不是只能继续挖？你可以换职业啊！换，好，我去换，我会，我会。你去找杰克拿那个灵魂碎片。对啊，我们真的，我们真的打赢了杰克。我出来了，我出来了。我差一只，我还有这一只还要干掉。哦，我要挖，我要挖。空！啊！挖个矿啊，大哥。好远。要不有人在中间？有人在中间。我想挖矿，我想挖矿，还挖，还挖。他不懂我挖，他们用人海战术。换我，换我，换我！我好远，真的是。喂。中校北路走到中校南路哎。完了完了，挖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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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人在用金钓，有人在搞。没事，大家一起。喂。金钓快归快，可是他挖不到。哇，没了。刚什么任务？哦，中间哦。那个随机矿物，随机矿物。我以为是。渴望矿物，吓死我！是不是？刚刚哎，米菲，你一亲了人家，人家直接高歌离席了，他哭了。完了，我又回来这个洞了。米菲是不是没开动吗？应该是。这是火焰宝。喂你亲了他，他就离开了。他哭着回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主持人是回来死掉？我不能挖。啊，你的职业，你什么职业？我做是那个吧。啊，那你就不能挖、啊？你在想什么？米菲，米菲，有人在打你，米菲，米菲。你搞差点没了。我躲起来。我帮你。你我觉得你有点难躲。我们要等很久了。我找个位置。他高歌离席了，他高歌离席了。他走，让他走。OK。有人想坏坏，有人要坏坏。不要来坏坏，我要挖我的矿，去旁边。啊，泡泡，你干嘛？我靠！怎么了？我躲在水面上哦。啊，我现在挖不了。冰封行者。没事没事，好像它水的这边没有屏障。哦，哇，欸、要结束了、欸，那也是蛮猛的、欸。这连作者可能都不知道哎、欸，怎么这样？剩7滴要补是不是？那你来了。所以没有吃的，那你只有一个垫子。补个一次。实况组专属礼包，又不是第一次出现的。有人来了，我来了。是不是有人在对我射箭？没有没有，我射的，他自己跳跳的，我以为呢。哎呦，是不是在搞啊？忍住，忍住，蹦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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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想吗？那我跳一下。别再来了！是不能跳，不能跳，不是跳，这是不能跳，是不能跳。对，米菲不能跳。我没有跳，我没有跳。没有，他们跳，他们在跳。他们跳完。因为我是马在跳，不是人在跳。哦，马会跳啊。哦，马当然可以跳。太多人了，我们家太多人了。啊，不是啊，怎么是你？哦，啊，没有，那我给他猜，你要猜的话给他在旁边。是谁？家里有一个，家里有一个。是真的有一个。家里有一个。没看到他在帮忙。家里有一个，砍他。我砍，砍不到。等下，巧克力，你骗人！这里啊，是人烧啊！他刚刚在旁边，知道？对啊，你要赔钱搞人这个。他不打你，怎么回事？他不打我，我没办法，我打不到他。又不是我挖的，他挖的，他人在家里耶。因为有头债有主，很扯哎。好扯哦！我又看到在你旁边看你在挖呢。各位，我的好装掉出去了。哦，又有挑战者二号，画面一直黑，哦，要结束了，没有，土司喵怎么停手了，土司喵，又两个人打我了，
有金吗？最终阶段，最终阶段金，好像没有哎、欸，找一下。有没有发现了啊？不是有在挖金吗？家里放家里的箱子没了，应该就那已经怪怪的。还是我去挖金？那你走不动了，那里没有石。我要换金吗？家里没，我换去另外一边好了。哦，有人从头上了。小心对面会有神装，所以要速战速决。在对面家是他。第一次在金。哎、欸，家里，家里，这速度不太对哦，这速度。家里。我来挖，没有靠你了。这速度不对哦，这速度不对哦。我也没有那个。那直接挖爆啊！真的要死掉了！那直接挖爆！没有加油！没啊，没挖爆，没挖爆！有了吗？有。刚刚被挖成那么惨。没事没事。要挖你就死啊！那就得死了，我跟你要挖就挖哦！你还打我你啊？你要死！他打爆你，他打爆你！啊！好险好险哦！啊！我走，家里还没挖爆、啊、哇！哪有？我明明就在旁边，我都抓到了，我亲眼看到了。啊！他在挖，你不打他，那跟我无关，我只是看戏而已啊。欸、你在旁边？哎、欸，我刚刚也想说帮他挖，就他一直打我。我只好杀掉他，没办法。你看他挖了21次啊，好扯哦！好扯。哎、欸，他挖的速度超快、欸，他刚好是效率、啊、效率金稿，效率金很高的34的，他刚好是侠客，他直接到我旁边，然后吓到那稿子掉下来，然后捡了马上去挖，吓死我！真可怕，真可怕！刺激一下，刺激一下！啊、太刺激了，太刺激了！想说家里怎么都没有人防，哎呀，原来还是有，没问题。紧张，刺激，刺激！哎呀，看谁是最衰的、啊？我吧，地狱倒霉鬼嘛。地狱倒霉鬼，我刚刚只死一次，我就喷了18阶，太夸张了。对，就会喷你。喝水，哎呦！单次喷最多就是你。我只死一次啊！我也只倒一次。啊，有一个啊，有一个人好像抽了很多次啊，200，哦，不是我想不到哎、欸，想不到哎、欸，200，被盗了，被盗了，好扯哦，200，刚刚是你弟在玩是不是啊？有，你知道有大奖，吐司喵，你看你又来了，你上一次抽了一堆都没有大奖，你这次还是一样，对，我是发现到我的大奖。结果对面有一个人就大奖了，对面有一个，因为那个人抽了56次、啊。20其实很欧哎、欸，20很欧啊，20算欧啊，但是20默默的抽，我觉得很扯。帮队伍争取到大奖，好吧。可是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大奖哎、欸。你好像只是为了自己、欸，钻石剑。那个他有拿一把钻石剑。对啊，啊，好像只是为了你自己、欸。说不清的，说不清的。好嘞。哎妈，辛苦啦！辛苦啦！辛苦啦！休息。好的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不晓得大家觉得我们这次的歼灭工程战如何呢？这种大地图啊，其实果然还是最凶悍的，横行无阻。最后就想说，哎、欸，看看有没有机会转一下别的职业。我转不到，那就只好哎、欸，抽到的原来是内鬼啊！希望大家还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这部影片啦！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在右下角点个喜欢留言，并且订阅我们。咱们下回再会，大家拜拜！拜。那等一下，我们也会继续开台休息一下，等会见。